蛤蟆心，面包 only。我看你做暖身操哦，先把头向后仰，这样子，然后八个拍，两次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完全，一、二、三。这只手确实到后脑勺下面哦，这边。下去，我们慢慢爬行到我们的左脚，头靠近膝盖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不要起来哦，起来会受伤，直接爬到右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。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我们慢慢的爬起来。再来是压腿，不要压住膝盖，压住膝盖会受伤，压住大腿部分就好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。
七八，最后完成。重心的，你把身体往这边靠。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换一边。那个脚不要往内伸，然后可以开到这，这是支撑脚要开开的。一二三四五六七八，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加加点，好，再站，好，下来下去，蹲着。我们重心要摆在这边，我们撞到压还是放在这边就好了。那我们这只脚往这边开，还有我们右手的方向，然后往下压。两只手往前举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好，换那边，一样的方法，继续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。二三四五六七八，脚会打开半蹲，然后站拉，左手可以靠在你的左脚，然后右手就推着就是膝盖的膝盖，站拉开，坐在里面对。然后往左边右手向前推一记。膝盖不要向内侧哦，内侧会受伤，要脚要开开的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接下来是两次从右脚开始，右脚往外晃，这样晃个八次就好了，因为这动作比较累。等一下会说要跨腿或者是射门的动作有关。我们做往外让八下，往内八下一下。好，预备，开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好，往内，一、二、三。弹下去，抱着另外一只脚，对，抱这只脚，然后靠近你的胸口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二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，换那只脚，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。二二三四五六七八，好，帮隔壁的同学把后面的沙子排一排就好了。帮我们排一排，然后接下来继续做手。都排好了吗？差不多了哦。好，我们这样做第一排。
上班生活形式，啊，就是他的开始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。他不是傲人，这样往前就好，不应该趴下来。新友，你用这么高级的版本，你看小度这么的，教练都不行，小度都趴不下去。等一下我们才不会受伤了，这边会有很明显的被拉到感觉，酸酸痛痛的。好了，然后我们再站起来吧，做最后两个动作。就是转动我们的膝关节，它松开。1、2、3、4、5、6。哎，老师，你要换眼镜吗？没有。哦，我要换眼镜。我去换隐形眼镜。往那边。